等一下我们要唱的歌会唱一起唱，一二三。天下的爸妈都是一样的哦，天下的爸妈都是一样的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，天下的爸妈都是一样的。李正，经理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彦如，我是黄晨，我是林浩晨，我是蓝雅竹。我们要分享的创意行动名称是亲子爱活动。我们觉得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因为沉迷于网络而和家人发生冲突、疏离、隔阂的状况。例如，我因为在家庭聚会时只顾着玩手机而被家人责骂。我弟只要一接触到网络就会变得使唤，就会变得不听使唤。而我是爸爸和妈妈规定玩电脑的时间不同而有争吵。我是只要一开始玩线上游戏就会不由自主的停不下来，因而忘记原本该做的事，被家人责骂。像最近社会上也有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前阵子有一个气质美少女龙龙，她在国中是担任乐队的成员。在国中的时候成绩还不错，但是升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沉迷于网络而被家人没收手机，他不满手机被没收，于是离家出走。我们想要解决这样沉迷于网络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想出了几个点子，有假日时和家人出去户外踏青，还有设计问题让家人讨论，还有玩玩电脑后和家人分享心得。我们最后决定的活动是在学校举办一个亲子活动，我们认为这是最有可能可以让亲子间直接互动的一个活动。然后这是我们设计的报名表，在某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到2点，场地是光华国小的操场，对象是5年级的同学和家长。游戏关卡有2人3角、亲子合体、心心相连、网罗人才、默契问答等。我们现在要示范的是亲子合体和心心相连。亲子合体就是将一件大外套披在两个人的身上，然后两人手勾着手走到终点，到了终点之后再为对方吃布丁。然后心心相连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夹住中间的心形气球不要破掉，只要终点就是过关。我们到了各班去询问5年级老师对于这次活动的看法，然后并请求同意到各班宣导。我们跟老师说明活动地点、活动细节还有各项相关内容，然后我们到各班宣导这次的活动，发报名表并邀请他们踊跃参加这次的活动。我们请班上同学当各关组的工作人员，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们。然后回收问卷的时候只有2个人参加，所以活动取消。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精心策划这次活动，但是没有成功，我们觉得很失望，但是我们仍然不放弃，去请辅导主任。我们跟辅导主任说明整个活动的内容，例如游戏关卡、地点和时间。辅导主任给我们一些回馈，就是以后可以增加一些科学活动，还有以后经费先充足了以后再开始进行活动。我们也跟班上同学分享，同学们觉得活动没有办成功很可惜。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，就是以后传单可以提早发，还有对象范围可以再扩大。虽然这次的活动没有成功举办，但是前几天我们也在学校向全校师生家长分享，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能够减少这样沉迷于网络的社会问题。另外，为了要传达亲子间的爱，我们准备了心情巧克力，请大家享用。我们的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